你叫我给你看上你了，大爷。啊，这看上啊，买菜捡的，看啥东西？买菜的时候捡的。哎，啥东西？有，有有有有有。这是一个金镯子，大爷。哦。你在哪里弄的？啊，去菜里头。啊。卖菜的时候捡的啊，这大爷厉害啊！卖菜的时候捡个金镯子，我给你称一下克重，33.14克。哇塞，这一个，你知道你捡的这个东西值多少钱吗？啊，这一个东西值10000多。哦，价值10000多这个。你捡的还是家里的？捡的吗？啊，这我说了我都不懂了，一辈子我你要打你也念，你要打我就是老死亡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，啊，大爷运气相当不错。有人跟你一起来吗？啊，就你自己吗？啊，哦，收起来吧，这是真的，我给你看了，这是真的。啊，装兜里，装在兜里，别把它弄丢了。哦，这个值10000多。啊，年龄大了，看着有80-90岁了，装在兜里，把它装兜里，啊，不要把它弄丢了，啊，不要把它弄丢了，啊，这是一个真的。哦，啊，兜里还有其他东西没有了？没有，没有了。这一辈子也不打你，你打了我。啊，对对对，装兜里吧，别弄丢了，这一个东西值10000多呢。啊，你能听懂我说话吗？啊，哇，年龄大了，是真的。真的，大爷。啊，好的，我给你装一下，我给你装一下，乖。